咱继续这个指标，你财务上的一个机会。假如果你拍电影、拍电视、吼出唱片，真少咧赚钱。哈，不是真少赚钱，是拢了钱。我来专门找一个咱这吴大哥，专门咧管理财务的，就咧借人钱呢。无啦，你也是来借，借你的迄个发财金。嘿，啊，看要哪个咧算？嘿，啊，吴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对，哇，啊，你管钱无简单嘞，吼。哦，尤其这大庙，这样来去的金额真大呢，敢会规暗拢困袂去，规变成卡全现金嘛？没啦，困袂去。嘿，啊，这拢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这个小目，哦，啊，绝对无问题。这只庙这吼，捌看到什么呢？真特殊的这个故事吼，何你有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呢？因为我伫咱新宝庙啊，伫只后来咧担任咱。祝生了嘛？是。生囝才会一挂杂事的工课。哦，专门要生囝生无的，来只救的。生无啊，来只救啊，拢有的。安尼哦。好。啊，十个拢生十一个啦。十个生十一个。生十一个。哦，我先讲，讲一个相生啊。哦，相生。哦，你安尼讲，大家烦恼一个。哦，啊，这个足灵感的啦。灵感，咱生母加咱。做生了嘛，真灵感是哦，有求必应啊！啊，所以讲咧求嘛，真简单啊，叫天书来好，哎，叫天书，是讲所有拢有保守，拢有保守，哦，啊，你叫这个礼貌可以，啊，来经过了后，就一定有法度一个圆满的答案了呢。对，我替你点破啊！因为查某人若要生囡仔，有当时啊吼，你查某囡仔要生，女人心思好啊。哦，哎，哎呦，很贴切，这条袂歹啊。你啊，够好，我未生，我来唱好无？你是未生，也是也未生，你是阿伯，也是未生，哈，也未生。唐丽敢生啊？啊，生啊啦！是啊。嗯。苗可丽敢生啊？生啊！都生嘛，无要紧啊。啊，你咱来求一个。我请教一下，有你求婚姻的无？有啊。哎呀，去办嘞，去办。啊，我今天嘛，阿伯有对象嘞，这水拢无对象嘞。好，啊，就把女人的心思拢唱出来。好，对性别来唱 ，OK。好，来，女人心思。大家来听秀。